自己不会调啊。哎呀，啥玩意儿就当时间长了。师傅，你吃不了辣的，是不是？来，放点，够了。这玩意儿你要不用，要是没有灵魂，够用了，师傅，还不如我自己调了呢。那走吧，去来。还不如自己整。别拌了，你吃东西真的，你拍视频最磨叽，咔叨起来就磕呗，搁那嘎达，那么大口能塞进去吗？哪有盘？他拍段子最磨叽，说心里话。啊，他接着点，一分钟的段子，他得到40秒才能吃上第一口。咋的呢？那嘴里边有减震呐，动静呢？这么脆的东西让他吃的，他妈吃果冻似的，没啥的。我闭口水，给我拿水。小厨，我嫌没法香，嘎吱嘎吱使劲嚼吧，那牙猪来的不敢使劲啊！这么脆的玩意儿，你吃的那玩意儿吃的一点动静都没有，白瞎这毛肚了都。嘎吱嘎吱，使劲，大口咀嚼，看、啊，张嘴。师傅，你起来，我不用你给我拍照。张嘴，看，咬。你看，用5分钟的把这一盘全倒了，来。吃，我有的是时间等你。对，老铁们就愿意看长视频，就雷呗，咔咔的。啊、漩涡，你。就到这儿吧。